Thank you.
vlog。今天又是一期我的护肤 vlog， 洗手液还用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蒂普提克，就是赶紧消耗一下。然后呢，眼唇系用的是，忘记什么了，一时之间。反正这个是之前去年的时候在香港买的，那个价格很便宜嘛，然后卸的也很干净，我挺喜欢的。接下来就是请大家接受我的大脸攻击。卸妆膏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发的，所以这瓶也要用没了。这瓶是200ml 的，正好今年也补货了，还补了几个新口味，等这瓶用完了正好可以试一试了。不得不说它卸的真的是很干净。椰奶就用的是皮宝的，然后那个拆箱视频我还没有发，等我之后发一下。这个味道我闻着就是很安心的味道，反正皮宝他们家的单品我都蛮喜欢的，就我觉得没有踩雷的。然后用了一个米贝尔的这个面膜，这个面膜我也觉得挺好用的，就是每次用完了脸都是挺嫩的，但是我涂的实在是有点恶心了。终于是把这瓶磨砂膏打开用了，已经买了一年了，赶紧给它消耗掉，因为实在是太久了这个时间。它的颗粒就是这种蛮细腻的，我觉得是可以购买的。然后沐浴露用的是梅森玛家的，这个也好久了，真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把我家里这些赶紧消耗掉。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蛮好闻的，反正我挺喜欢的。水就用的是雅诗兰黛的这瓶也马上就要用空了，我感觉我是吃水的，可能是我每天拿来湿敷吧，所以说用的就是比较快。我还用了一个香奈儿的这个油也是蛮贵的，赶紧给它用没。最后用的就是黑绷带，我觉得黑绷带真的很好用，就不管什么时候用它都会给我一种很惊艳的感觉。反正也是除了贵没有别的缺点了。然后身体乳还是用的香奈儿这个黑 coco，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，真的，我决定先把这一瓶空掉之后再去用别的，要不然我家里的沐浴露啊身体乳啊这些囤货实在是太多了。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买。